第十六题，一开始的时候 BREC 的读数是 4.80， 那究竟最后用了几多 volume 呢？首先看看这里是 27.5， bottom of meniscus， 水平线的最低其实就是 27.4， 相减之下就是 22.6， 答案是 C。 留意回，由于题目给两个小数位，所以我们应该都用回两个小数位的，同学答 long crack 的时候呢，可能需要留意了。